西薇啊，一天没看到你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陪我妈找我爸呢。那你的眼睛怎么样了？我的眼睛没事了，好多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明天就回去吧。回去我打给你吧。 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妈，要不咱们再去别的地儿找找？不用了，回去吧。啊？为什么不找了？嗯，不找了。我能感觉到他现在平安无事，也很平静。 我想，他是真的看清了很多事情。我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平静。我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没关系，我们回去吧。 西薇。 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哎，我没事儿，别老把我当个病人似的伺候我了。我就这两天陪我妈找我爸，路走多了有点累。爸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改口了？你管邓青山叫爸爸了？<笑>这么多年了，就没叫过他一声爸，也该改口了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家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拍过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，真的，心里挺愧疚的。关键是我担心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怕她身体吃不消，一会儿还得过去看看她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万一哪天啊，邓叔叔他就回来了呢？ 文文，你要不搬过来陪我住两天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哎，不过我觉得还是你去我那儿吧。你看啊，我那儿有阿姨，又能洗衣做饭，又能照顾你，这样我出差几天我也放心啊。嗯，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算了吧。嗯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 怪我把邓叔叔的事儿说漏了嘴。没有，就算你不说，这纸也包不住火。别人也会知道的，我怪你也没有用。嗯，西薇，你真好，谢谢你能原谅我。<笑>对了，你说邓叔叔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失踪了，那元和集团不就群龙无首了吗？ 难道他走之前就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吗？他走的时候我都没见到他，交代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要是能看见他，我还能让他走啊？也是，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。
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类似于授权书啊、股权转让书之类的？那就麻烦了，元和集团董事会肯定要天下大乱的。所以我想，找时间吧，去公司找一下董事会那几位叔叔，跟他们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办。好吧，那一会儿我就要去机场了。这几天你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。那，一会儿去机场送送你吧。哎呀，你可别送我了，你看看自己这身体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。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，心里憋得慌。微微，那我走了。好，你一个人好好的，我会想你的。早点回来。你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不知道？嗯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小徐。哦。报表我看完了。你今天把这个东西送到检验科去。好。别忘了。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会儿还忙吗？没什么事儿。那个，好久没看小新了，要不咱俩去趟学校？啊，行。哎，小徐，别忘了啊。好的。小新，你耍赖！我没有耍赖，你才耍赖呢！你敢推我？小新，住手！啊，怎么回事？你看看你一头汗，又不乖了是不是？安叔叔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许打架，听到没有？嗯。哎，我顺路啊，给你买了水果啊。听话，以后不许打架喽。嗯，谢谢安叔叔，谢谢你来看我。乖乖的，听见没有？嗯。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去吧。我现在有点饿了，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？哟，也到吃饭的点了，吃什么？嗯，最近地沟油挺厉害的，要不咱们回家做吧？怎么样？我给你炒俩好菜，特别好吃的菜，怎么样？也成。走。嗯，好吃吧？嗯。我给你做了这么好吃的一顿饭菜，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？我哪会讲故事啊？这样，一人讲一个，怎么样？好吧，那你先讲。为什么我先讲？是你提出来的。讲什么呢？就讲你感触最深的吧。感触最深的。嗯。好吧，我呢，有一个朋友。他很爱他的父亲，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他，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后来老天眷顾他，又给他送来一个父亲。他没办法接受他，也辜负了老天对他的爱。可是他跟他现在的父亲看上去很和睦，但其实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当然他也很尊敬他，
可是有的时候，尊敬里面又透着一点身份。慢慢慢慢的，他也就失去了爱的力量。再后来，很遗憾，两个父亲都离开了他。这女儿爱自己的父亲，应该是天性。谁也没资格让她爱一个陌生人。嗯，到你了。我有什么好讲的？哎，我们可说好的，一人讲一个。好吧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应该是个神探吧。他枪法很准，又会推理，还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妻子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香吧？很香，快尝尝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罪犯给杀掉了，而他并没有预测出来，这大概就是对所谓神探最大的讽刺。唉，神探也是人嘛，是人都会犯错的，对吧？嗯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去把碗洗了。哎，别别别！你刚做完手术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我没事儿，我这是小手术。反倒是你，你的心里需要做一个大手术。我先去洗碗，你坐一下，我洗完就开车送你回去。
我家欢迎你随时过来，害怕时或是想聊天，备用钥匙就放在脚垫下。哎，来来来，喝两杯，来喝，马上马上。哎，小英过来。哎，来来来，喝一杯啊！来来来，来来干杯，一切不醉不归啊！来，你输了。喝，又作弊，就你，对不起，佳慧姐，对不起，干嘛呀？别打了，哎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哎，兄弟们，行，兄弟们，管理不善，那是我的责任，我满意慈悲啊！来来来，我给大家赔礼道歉啊！来来来，没事没事啊，来来来，哎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啊，大家喝酒喝酒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大家尽兴尽兴啊，是吧？今天呢一定要喝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好了，别跑啊！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办？你这车怎么没刹车灯啊？没看着。你晚上上山路，你不会开慢点？对不起。你看你弄的我的车，我新买的车。那你看看多少钱？2000块钱。1000吧。撞成这样了，两千。就这点小毛病，还2000？你不给我报警啊？等会儿，1500。就2000。这。等会儿，我没拿那么多钱，我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。快！走。各位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来。佳慧，你什么时候上的我的车？你怎么上来的？我还要去办事。哎呀，佳慧，你什么时候上的车？赶紧下来，啊，我办正事儿。赶紧下来，我办正事儿的。好，马上马上，别着急啊。哎，佳慧，好了。
小雪，你一个人在这房间里面，闷不闷呢？我好久没过来看你，自从你离开我之后，小雪，今天细微打扫房间，把我们家打扫得可干净了，我希望没惊扰到你，要不是细微，我真的没勇气进这个房间。小雪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就是想说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我就帮你随便收拾了一下，乱动了你的东西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哦，对了，你饿了的话，冰箱里有好吃的。好，谢谢。就停车了，我撞了，净给老子惹事儿。兄弟，好说。今天这事儿没两千走不了。行行行行，啊，两千块钱吧。啊，哎呀，给你两千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数数啊。哎，兄弟。这钱数要是对了呢，你赶紧把车给我们让让，我们这兄弟啊，还想早点下班呢。钱是对，咱是不是得多加五百啊？还嫌少啊？行，我再给你加五百，好吧？哎，来来来，这是五百块钱。今天这事儿是我们部队，我们撞了你啊，你呢，这拿上钱，赶紧给我们让让，我这兄弟呢。还想回家抱着老婆孩子睡觉呢？哟，哥，你喝酒了呀？你这可是酒驾呀！咱酒驾两千块钱可就不能私了了吧？兄弟，你这有点不讲理了吧？讲理？来，哥，我不要了。我找交警，你跟交警讲理去啊！哎，你，老子今天不想惹事。可你这是在挑战老子的极限！你们这群人不给钱还不讲理！我找交警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拿上你的钱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今天这事儿就算了了，要不老子揍死你！你别跟我横，你跟交警横去！嗯，老实点啊！赶紧放开我！钱走人，滚蛋！告诉你啊，强制酒驾！跟你说，拿钱走人算了。给钱！你要再不走！快点！
人死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冲动？为这么点小事，居然把人给打死了！要不是看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，我才不管你。哎，那尸体我直接扔了，尸体好说，车怎么办？处理一场交通事故。车里是谁？是佳慧，喝醉酒了，不省人事，应该没事。你怎么能确定没事？你明知道他在，还叫我过来，糊涂！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老板，他看到了。嗯，让我来做掉他。给我做干净点，放心。赶快找几个兄弟，把车给老子推下山去。张赫，找四个兄弟到102盘山公路。行行行，别说那么多，我这出了点事儿。快快啊，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出事儿了。喂，二狗，喂，到手，行行，把他放下。好了，后面追车，哎，推车，喂，快，走，使劲儿，一走。哎，使劲儿，不用力啊！走。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，是我。怎么了？我喝多了。你看看你，好好休息一会儿啊。我还要出去一趟，老板找我有事儿。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啊？哎，没办法，最近事忙。
你晚上看见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我喝多了，一直在车里睡觉来着。真的什么也没看见？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。哎呀，我头疼。好，那你赶紧睡觉。我出去一会儿，马上就回来。你好好睡啊。下去看看。喂，武双，你去查一下有没有接到过102盘山公路的报案信息。好。喂，总台吗？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盘山公路附近有没有接到报案？哦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没有。五米，刹车距离为五米，有三米为重合。武飞，我这儿发现一起交通事故，我觉得很蹊跷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哎，好。昨晚，我市102盘山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造成一人死亡，警方已经展开全面调查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详细报道。古飞，哎，小文过来了。我把这个视频资料给你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好。看，小车在前，货车在后，两车的车距大概有100米左右，但是很明显，货车速度比小车速度快。然后两车一前一后，驶出了13号监控范围。师兄，你看这不是我们发现刹车痕迹的地方吗？对，过了一个小时，14号监控都没拍到一辆过去的车。不对呀，要是按正常车速早该过去了。没错，一个小时以后货车驶进了14号监控，但是你看它的车牌号被遮挡住了，这就很有问题。最奇怪的是，小车就没出现过了。直到今天上午，我们才发现小车的残骸和车主的尸体。啊，小雨。
这就是车的残骸照片。司机的死亡原因确定了吗？表面上看，死者的死因确实是因为汽车翻滚到山下这起事故造成的。哦，死者头部受到了重创。小文，你能确定一下这台大车的具体型号吗？高处俯拍，又是黑夜，这是一辆厢式货车，车型类似于1041那种车型。目前还不清楚，因为视频有点模糊。安队，哎，安队长，安队啊，哎，这两位是啊，这是我同学张小文，交警队的啊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他们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，特别蹊跷，需要我们配合一下，啊，那你去吧，去忙吧，走，啊，我们去趟现场，好，走，哎。这就是事故现场。